半夜睡多久？哎呦，我痛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！所以这礼拜睡多久？睡的时间挺长的，我5天睡了7小时。大哥要当排兵战士。啊？我们还好，其实我们只是从早晨8点到现在2点。现在已经至少有黄米线。11点。没多久，真的没多久。